自你入宫，边地平静，民生安定。我韩布恩遇远胜诸部，你保重自身，安心于宫中侍奉，莫以阿爹与族人为念。切记，切记。 皇上又派人送了东西来，您且瞧一瞧吧。我什么都不要，都拿出去。公主，阿里古丽，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儿？ 大清皇上派人接我们进宫来伺候公主，说公主一人在这宫中孤单，生活不习惯。公主，我们终于见到您了。我已经被困在这里了，你们为何还要来？我们就要和公主在一起。嗯，主儿。 皇上把韩布的厨子也请来了，每日在这承乾宫为您做家乡饭菜，解您的思乡之愁。您瞧，皇上对您多好呀！公主，我听说您在这连吃都吃不惯，这怎么行呢？这些都是咱们家乡的饭菜，您尝一尝吧。 皇上，您命内务府为相见公主制的韩布服饰已经得了，请皇上过目。嗯，太简素了，告诉他们描金刺绣还要缂丝珠串都要更精致些。这儿，承乾宫如何了？回皇上，奴才听说这次送去的韩布实物，相见公主都用了。 两名韩布的侍婢，公主也都留下了。果真，是。看来令嫔说的没错，想必这服饰做好了，相见会高兴的。自然。